上一集我们说到，齐纳嘎老师被马哈索用凌厉的言辞辩驳后，就马上反驳说，马哈索还很小，嘴巴还残留着奶味。没有财富的人，就像没有果实的树，鸟也不来停留。马哈索也马上勇敢地辩驳，认为齐纳嘎老师只看到财富的好处，又怎么会知道如果依靠财富来造恶业的话，阴间的官员正准备带因财富造恶业的人到恐怖的地狱去。所以坚持只有智慧者才卓越，有财富的傻瓜并不卓越。维提和王听到马哈索的话后感到很奇妙，赞叹马哈索说，你讲得很有道理。同时也转头来问希纳嘎老师说，老师你怎么说呢？希纳嘎老师并不认输，赶快用比喻来说，无论是哪条河流到海洋，原来的名称就会变成新的名称，即是海洋。有智慧者也是如此，当来到有财富者之家时，他的名字并不会突出，只有具财富者的名字才被注意。马哈索马上辩驳说，海洋虽然有多么广大，也无法超越岸，岸能阻挡所有的波浪。有很多财富也是如此，当找不到方法时，就会去向有智慧者请教，为了得到深奥的答案。我也是如此看到，才坚持说，只有具智慧者才是卓越，有财富的傻瓜并不卓越。当被引用更高级的比喻所超越后，齐纳嘎老师就想马上转移焦点，而提出来新的主张。他说，马哈索请慢着，这比喻恐怕离事实太远了，先试着听事实吧。齐纳嘎老师认真地说，谁都知道地位高的财富者虽然缺少智慧，但是当他进入大众中，吉祥与庄严会从他的身体散发出来，而且无论他讲什么话，虽然都是假的，也很容易获得他人相信，因为谁都喜欢有财富者，有财富者所讲的话一定比较有说服力。有智慧者如果没有财富者当支持，人家怎么会喜欢他呢？谁会聆听与顺着穷人所说的而实行？我是如此看到，才坚持说，有智慧者是次等，有财富者才是卓越的。维提和王认为两位贤人的辩论越来越激烈，就赶快支持马哈索的反驳。马哈索笑了一下，就辩驳与讽刺希纳嘎老师说，愚笨的恶人只看到今世的虚幻之乐，但是来世之乐他却没看到。老师请你不用把恶人的习性来举例，缺少了智慧者只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管会不会伤害别人，怎么欺骗人家也不在乎，不择手段只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。无论他有多少财富，也有可能因为他不好的行为而被人责备。这些人虽然有很多财富，但是却危害别人者，这样怎么算是卓越呢？而且他死后还要堕入恶道。希纳嘎老师受到很大的讽刺，感到无法忍受，但却毫无悔意，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
所以他又接着说，若人的智慧如土地一样广大，但是却缺了住处，就无法安住，也没有了吉祥。虽然讲到利益的事情，但是他的话却不一定对大众有利益，不可靠且不可信任。他在大庭广众中所展现的，就好像日出时候的萤火虫一般，这样怎么会卓越呢？马浩索马上辩驳说，喜纳嘎老师，您的话不正确了。有智慧如土地一样广大的人，并不会胡说八道，他在大庭广众中一定会被称赞的，而且后来他一定会往善道，是与恶人相反的。恶人一直重视自己的利益，他会被责备，而且往生后也无疑的会堕入恶道。无论如何，希纳嘎老师也不认输，马上反驳说，马胡索，你不要讲得太远，先看周遭吧。所有的财富，无论是金银珠宝戒指、大象马牛水牛，直到随从们，都属于富裕的富翁种族们。不只是这样，连具有大的智慧者，如果没有财富，就等于失去的地位福气，最后就会变成有财富者的奴隶。无论是有情或无情的财富，都不会逃走，都会受制于有财富者的威力之下，他们都能如意的使用那些财富。马赫瑟贤人就用更有道理的理由来辩驳，并且再次说，希纳嘎老师，您讲的话也有道理，不过您也知道，富裕的种族虽然有很多财富，但是因为他是恶人，所以他就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财富，那来自财富的得意就不会维持长久，不久那财富就会离他而去。愚笨者的财富会容易的被骗走，与脱皮的蛇没有什么两样。当愚笨者的财富消失时，这样他还会有什么东西可得意呢？两位贤人之间的辩论越来越激烈，希纳嘎老师只重视今生的利益，眼光短浅，只要能日复一日地利用财富与寻找快乐就够了。至于马赫索贤人，并不只是看到今生的利益，却能看得更远，以及来世的事情。因为知道了财富的利益与害处，若是缺少了利用财富的智慧的话，也可能会将财富运用来造作恶业，例如花钱在进入恶道，拿去喝酒、赌博，以及晚间去玩乐等等。这财富本来应该称为吉祥之宝，却变成了堕落之宝，因为会在今世与来世带来堕落之苦。至于希纳嘎老师，虽然知道自己快输了，但是他还不肯服输。那么希纳嘎老师又会如何反驳呢？请稍待一会儿继续观赏。
刚才我们说到，希纳卡老师被马赫索以超越的比喻来辩驳，才提出新的主张，说富人有地位及财富，当然讲话就有可信度，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共鸣，因为人们都喜欢有财富者。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财产支持，当然就没有人喜欢。马赫索马上以带有深深讽刺之意的话来回驳说，愚笨的富人只有看到在世上的虚荣，没有想到来世。如果说出口的话只想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毁谤别人，不管这个人有多少财富，当然都得在公共场所中被人责备，当他往生后还要再往恶道。希纳嘎老师被讽刺时心里有着被刺伤的感觉，很快的又辩驳地认为，有智慧的人要是没有财富没有住处也就没有尊严，不管这个人的话说得多好，但还是没有可信度，当在公共场所时就如萤火虫出现在太阳升起的时刻，哪会有光芒？同样又怎么能高尚得起来呢？马赫索马上反对地认为，有博大智慧如大地者当然不会信口雌黄，必定会在公共场所中获得赞扬，另外就是将来一定往善道。至于只贪图私利的说话的恶人，必定会被人责备，最后当然不用质疑的会往恶道。希纳嘎老师赶快又反驳地认为，有智慧的人但没有财富就没有福气，必然是当有福气的人的奴仆。马赫索贤人也回驳地认为，傻瓜虽然有财富可是不会处理事业，不久那些财富就会要失去，而无知者还能剩下什么能让自己自豪的呢？马赫索的道理使希纳嘎老师开始无计可施，甚至需要竭尽全力，为了想找到理由来跟马赫索反驳。终于希纳嘎老师决定要搬出绝招，认为有一种声明没有人敢反驳，希望用这来欺侮马赫索贤人，让他屈服。所以希纳嘎老师他就说，陛下，马赫索还是婴儿，他会懂什么事？希纳嘎老师语带讽刺，然后才以稳重的声音继续说，陛下，我们都是有智慧的贤人，但是都还一起躬身献命的当尊贵国王的侍臣，就像帝释天王在众天神之中是多伟大，您也是在我们心中有那么伟大。我认识到如此不能拒绝的真实，才坚持禀告说，有智慧的人是次等，有财富者才是高尚的。希纳嘎老师禀告完了之后，菩萨嘎老师、达明他老师与贴温他老师都怡然而笑，因为开始看到这个论点一定可以赢过马赫索。专心一意的静静聆听的官员都大声吵嚷起来，好些人也跟着替马赫索担心，因为希纳嘎老师已引用了争论性课题，是难以去批判的。但是马赫索并没有对希纳嘎老师的争论性课题感到震惊，却勇敢地禀告国王说，陛下，希纳嘎老师会懂什么事？请国王先听我所要讲的。然后马赫索就推翻希纳嘎老师的重点而回驳说，
当有智慧的人想要做什么事，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目的，只需要详细地处理与分享该事件。但是无知者，当受到委托做某些事时，就会因沉迷与贪恋地位而成为有智慧者的奴隶，而且还自以为自己很重要，并不知道现在自己有如垂钓者所引诱的鱼儿正在吃饵，最终吃掉那个饵后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，使他遇到很严重的痛苦。我因为看得到如此的结果，才禀告说，有智慧者才高尚，有财富的无知者是毫不高尚。马赫索的此次言语好似木柴打在希拉嘎老师的头中央，因为无论是谁，如果有稍微思考一下，就可以看得清楚希拉嘎老师所说的有很大的错误。因为当强调自己是有智慧的贤人，但无论如何也要对有财富者效忠，那就等于是说国王只是有财产的人，但并没有智慧。谁都向往得到国王般的财富，这样说是不可原谅的亵渎国王的威严，是跟贤人们该做的事情的性质有所差异的。但当马赫索辩解说，其实使用国王的财富是有智慧贤人的特性，因为会能把财富善加利用，为了处理事情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标，马赫索的反驳言语才是称赞国王高明于那些蔑视的说法，并且明显地在会议中显现出来，如同将月亮放到黑暗的夜里一样的显著。希拉嘎老师也是有足够聪慧的人，当听到马赫索的言语之后，就看见了自己的愚笨。不管希拉嘎老师有怎样迅速的极致，遇上如此的回驳也要屈服，因为无计可施，不知要再用什么来说明，就好像在谷仓里的米吃完了似的，他拖着脑袋静静地坐着，因为这个奇耻大辱是很难解释的。马赫索看见希拉嘎老师已屈服了，就想要再加强形容智慧的威力，所以就继续禀告说，陛下，善人们都赞扬智慧为最高尚的，不管是什么时间，有财富者是不能超越有智慧者。威提和王听完马赫索的结论之后就非常满意，想要尽情地奖赏马赫索，所以赐了1000头牛与当牛群之首的卓绝的牛王，以及10辆骏马车和10个地区村庄的税收，为了崇敬马赫索的智慧。这一次的辩论就裁决了4个贤人与马赫索之间谁是最具智慧者。到了这种境地，4堆大火堆看来就要到被灭掉的时间了，同时小火堆却将要更明亮，甚至盖过所有大火堆的光辉。终于小贤人改称为马赫索贤人，从此名誉传遍全国。至于下一集，马赫索开始长大变成年轻人了，到了要选配偶的时间了，事情会如何发展呢？请继续观赏下一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